2022年五月七十，今仔日是礼拜二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讲水气偏低啦，啊，所以呢，这个做各地拢可能出现着局部低阵雨。过到过了后呢，啊，咱这个山区的部分有哪注意哈，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古历行到四月七十，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1度到32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来感谢哈，今麦来大家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来开始来大家看新闻。来首先哦，咱来个报一篇这个头版的新闻哈，咱咱最近蔡英文总统有来哈提名这个检察总长哈邢泰蛟了。啊，这个邢泰蛟一个上任了后，昨昏啊来讲出的互人真惊吓的话，伊伫新任甲下任伫咧交接任诶，这个交接吼啊，检察总长的过程当中，伊竟然爆料讲有人肖想要影响三中案的立审，咱知一审三中案，马英九这群人拢被判无罪。被判无罪，啊！检察官上诉来到二审吼，啊！忽然间吼，这个新任的检察总长来爆料讲，有人肖想要影响到三中案二审的判决，啊！这到底什么情形？伊嘛不讲啊，出清楚呢？法务部昨昏有来举行啊，新下任的检察总长的交接典礼，新任的检察总长邢泰蛟啦。伫咧地主的时阵，强调维护司法独立性的重要性，并且爆料出讲有人肖想要借着国强的路线来影响伫高等法院审理当中的三中案。对着这件代志，这个刑办三中案的高等法院受命的法官，这个叫做李应君，伊表示无回应。邢泰蛟伊指出咧，讲讲检察官兼有法律的守护者、甲公益的代理人，这种相平的责任啊，坚持这个司法独立性、伸张正义责任，袂当吼啊推卸给别人。但是外界呢，有人笑想要借由不同的手段，也是各种的方式来影响着检察官的职务的执行。邢泰蛟伊表示，譬如讲目前伫高等法院伫咧审理当中的三中案，伊本来是无方便加讲虾米话啦，但那是有一挂人士希望要借由各种的路线来影响着三中案二审的判决。因此他必须要爱澄清这个案件经由台北地检署起诉中亚公司将价值超过24亿的不法所得加物品行何国库，其中包括9亿5千万的现金，可见阮检察官已经做到保持客观的义务，有做到起诉正当性甲合法性。希望国人了解，那是一寡特定的人士肖想要借由吼啊，这个无事实的内容，啊来透过着各种的路线，啊来影响着审判的事实，何欲唔好影响？啊，那关系所谓的一挂人事，到底是咧指向各种的路线，是咧指什么款的路线？邢泰蛟这个事后记者会咧个对问的时阵，伊表示讲无方便，搁再进一步的说明啊。这个马英九，包括中岛的前啊董事长张铁钦、前总经理王海清等人，这个被锁在这个三中案吼啊，牵涉着政权交易法的定罪，造成了国民党72亿9千多万白白损失掉。但是台北地方法院煞判马，煞判马英九定五人无罪啦。拄啊好前立委蔡正元被以业务侵占罪判3年6个月，另外去牵涉着吼伤害法判6个月，这条6个月会当予伊科罚金。专案即马咧上诉高等法院，这个邢泰蛟昨下话一个讲出来了后，马英九办公室
第一道的回应，随时甲邢太昭讲，做一个检察官，你即马上界重要的就是，即、這个快太的细节，即、這个买卖招标的案件是唔是有贪污不法无？你唔得爱去调查，你即马来咧讲即个三中案。啊，这句话就讲出来了后的时阵，互人听得敢那一样，此地无银三百两安尼。嗯，照你讲，你马英九办公室，你应该爱回应讲有得有，无得无。啊，那有，阮有去影响话话，请政府退出来，卖伫咧监会无听，应该讲这个话。嗯，你忽然间，你马英九办公室同我甲邢太昭应讲，哎，即马上个重要的是迄个细节，去调查看有人吼啊，含这个啥啊，这个枪伤有搞结无，有做出一寡。不管的行为无，你唔去调查嘿，你来咧讲三中案，嗯，啊，叫红条咧做奇怪，都无奇怪啊，这都正常诶啊，这都人咧，要做咩都咁多中奖啊，嗯，应该卖叫这边咧办公室，甚至卖叫这人来讲来讲，千金不怕会啦，嗯，佮出来唔来做做做。这现在现在现在冻掉了，对了，就可以了，对了。我嘛是赶快，因为我无做就无做。嗯，要针对针对讲那个案件回应，对不对？回应得好嘛，对不对？你做这是足好笑的代志了，就有做无做，大家心内拢有一支笑啦，吼，哎，对了，吼，干那一个中共就好了，嗯，少少看背去啊。东西卡扎朱立伦运动人开卡好的价钱买掉了，嗯，和赵少康买起了，点钱买起了，哎、欸，阿兄啊，有人做生意做安尼哦，我马英九啊，英九是做事业啊，咱刚才这中共就对了，赵少康今嘛有去有这中共的电台，是去向政府马英九当政府东西开始卖的，你敢知啊？啊，是东西个在上早的进程，伊阿未卖进程，是主流的中国人，就是啥啊？嗯，这个郭有林，郭有林啊，郭有林，诶，加管的介绍是要卖这個电台。没三中呢，这是这是啥？我这是啥？这中共啦，那个赵少康卖的是用，这介绍是查足者介绍去卖的，嗯，人行你做安尼哦，小林啊，嗯，阿兄啊，嗯，人行你做安尼，嗯，这无问题哦，是不是？有好介绍唔卖，退国去会当会当政府较值钱对吧？诶，中国唔卖，嗯。去买的较少的，嗯，以前没年呐，嗯，我们做这个生意的嘛，嗯，多干国民党做出来的呀，多干国民党做出来的呀，所以我们是主要应该在这么，现在交应，现在交公家为了对了哈，国民党咧，你个起来，公家就去买了黑块位咯，买了汽车啊，是这样，就这样好嘛，哎，这是啊是，是啊是。唔知边个公共国民党同工会都含慢就对啦。嗯，你那台湾人呐，靠有地位的吼，或者是公共无地位啊，我都听有啦。嗯，啊，民个讲啊，即嘛是重点是这个邢太昭伊即嘛在检察总长这个位置，对啊。啊，伊心内咧感觉有疑问呢，还是有问题者，伊会当指挥检察官。佢在中企调查呗，还是安装？如果一旦未查，这咱就唔知，这咱就唔知啊！即有一线判过啦呢？有对啊！即前阵报纸有个有只第几班人，还唔系第六班人？第几班人讲三中即个案哦，高等法院十三日那个传马英九定三人，马英九个阿表个两个人咪上，我唔知定三个人咧，那个传咧，佢是表示即代志喺佢哋拍官司嘛？对啊，啊！伊即嘛目前就干那迄个，就做蔡正元去用判侵占罪三年。各位啊，村内拢无做，啊，这到底是检察总长伊会当和这个案件真真正正和伊水落石出来呗？这咱就无了解，因为邢太昭伊开嘴第一句话就是讲啊，那强调着这维护司法独立吧。
啊，你为了司法独立，咱若断掉新内面，你若断掉像咱的听众，你系啥物人在做？咱绝对是马英九在绝对稳乖的啊！啊，那别人呢？难拿的呢？啊，别哪去处理这个代志？所以我是感觉讲，只能听听的啦。啊，希望这个做啥三中案啊，是啥物种种吼，真真正正咱办一个物件出来了。啊，那无。讲个歹听，哎，头前讲的咧，大家那像我，这个我咧个谣言啊，讲，哎，我感觉已经出来，这可能有咧未到哦。啊，咱也无调查官呐，谣言也无调查官，啊，咱也无什么官吏啊啦，对不对？咱用钱过，讲讲的名，系啊。所以，咱用三系当个回忆，包括在做公司做回忆。当时买，咱陈总统哦，努力未顺，要未惊出总统府，搞这未时阵哦。要不要讲出总统府？这汉这出境都是有动的。对啊，就监管了。有查不？完全没查。要不要查嘞？可是个监管起来，因为是马英九专掉总统。对不对？先个监管起来，先个监管啊！别办的过程中间，迄、那个做啥？伊安那边总统家己用的迄个做啥？迄个做啥？你话我迄种讲不出来。直升组啦，搞直升组啦，家己直升组，家己去做总统的孙娘去设立迄直升组，迄直升组说我都等啊，我马上就指挥直升组来加兵判罪。这规定大家拢会记住啦。哎呀，本来就是安尼啊。狄仁杰是咱陈总统设立的哦，一个是和家己设立的狄仁杰，换总统了就安尼个判罪。手铐给铐起来，无啊边啊，当时用铐的手铐去出无了掉。咱所有台湾人永远都未晓未记住了掉。第一台车的车兵。手搞压起来，中间就啊，变的公顾上面火，安尼吼，但总统啊，安尼，永远都掉底，咱的头壳来了就，没有被这一波影响了就，过来阿伯开始个关的看守所，咱来去看守所，来去鬼抓暗灾，尾啊阿伯啊，生日搁伫看守所外口做一张大型的。听说阿扁是人在管理里面，你看说头前就走了，阿先生你也记住吗？对不对？阿先生总领军都有去去那场都有去，哎，那场台湾人的心情是多年啊低落，多年啊败，那会搬来呢？三中人拖啊久啊，你敢知啊？这三中案拖我过啊，马上就留你们看高将士，哎，高将士的孙呢？那那蔡英文那更能你得的，没被个酸痛痛啊嘞！已经背单啊嘞！被个背单啊嘞！哦，个人你那当我啦嘞？三中案也个也未做这个决定，啊，变总统接手都是决的，有来有判了，判不出东西啊，没判了，这个未决定啊，个上多啊，对不对哈？都不是决定啊！变啊，总统随到你们去，看是谁管理的，谁管理的？你讲啊，这做个差价子，无啊差的到位，干哪就哪个？你是真内面，能啊变啊，总统是做到2008年才下里面，对啊。啊，2006年的时阵，马英九就甲阿扁总统呛讲：“你若袂家己落台，那无你会死啊，真歹看。”我迄就是2006年就呛啊！啊，但总统是2008年甲卸任嘛。啊，你若想2008年了后，我马英九去你做的时阵，下面即个所有的司法体登记本来就是国民党的妖孽，即个人，伊袂揣摩善意哦。哦，你头阵那个枪啊，那样阿万家起你了，阿我你你起了，阿万家唔免紧办落呢。所以这是这就是太多的问题嘛。所以咱民警，所以咱无直情咧供供出来是就唔爱供了，阿变人家己设立提前做个提前做个判罪。你家己设立个提前做。啊，所以但是而且提前做，即系能够去到日本去找做一个啊，找郭董亮啊，郭董亮，郭董亮，各位公你啊，等下讲，何里无代志？
中区多进来条中，他这马博书，黑马博书，黑马博书啊，系啊，这查到不马博书。哦，我问你简单，我都在讲嘛，对不对？就是咱国民党伊翻翻过，已经翻一股啊，对不对？啊，伊伫咧阿未上林之前，阿未选调之前，伊就会当开始。真是伊个意思出来啊！我主管领完家己去听好清楚。啊，即摆后真正上林了，你像阿边总统没用清醒啊！啊，咱唔是啊，咱民进党特别都假书文啊，对不对？参一个监察院副院长啊，特别是咧，读者可以做更高，你看我讲假书，啊，真正是，啊，真正是假书文。但国民党这个人，你咧看伊讲书文，讲民主，你得家己陪咧上诶嘛？你讲这个，谢谢。我实在是。这是以牙还牙啊！本来就是应该安尼啊嘛，啊，特别，咱就谈讲民主制度、民主自由啦，什么会自由，我无要概念啦，我无要啥，你谈都讲安尼，再说我另外当然伊就免揣摩生意啊。嗯，啊，所以即系特征组也好，还是单中弄东西，随交接随向监管，这是马英九指示的吗？我个人无认为。嗯。是遐个人，伊本来就揣摩生，因为两当前马英九就呛过没有，伊也变啊，死啊，做歹看。哎呀，啊哪咧？即慢慢就选调了后，伊唔免大家做好准备嘛。啊，即等于错，慢慢就准支持。我知，我意思啊什么啊？但是民进党即种是下面只个人，伊根本都不，即个无得管完的，还袂差，还袂差别啊。哦，所以讲是话，即个第一个中间调，可能因为放没有没有的提供，咱但讲讲无啥无只设立特征组，即特征组出来各家己关掉嘞，安尼就对了，拔掉嘞，换家己。这时阵就提出多几来，这些新闻你唔睇，其实咩事是啥？抓新闻咯，哎，抓啥？哎，对啊，咁咪蔡所信，蔡所信对啊，哦，对咧，对咧，左所信啊，蔡所信，蔡所信啊，蔡所信啊，哦，就冇回应一点哦，咁多咩咩其他咧，听众朋友，咱讲这有道理喎，对话埋啊，三中案到暂时啊，佢唔使讲些别错嘅，三中案过二十三日就咪搞。每个传阿兵啊，无阿传万九定三人，阿边两个人三人我唔知吼，万九就一个案定。每个传这个案拖到暂时八年、六年啊，六年搞啊，还阁无一个段落啊。阿边啊，统统解决了解决去。那别怪啥，解决了解决去。我当时我总会得嘛，讲阿那你赶紧去。是不是个破？那个破武器多啊？破什么回事？去怎么样？哦，干嘛不买半截武器多还是半截几十年的这个了？安尼，你看嘛，高将军马英九一个六年，一个的电话，你个情况嘛？对啊，所以我讲马英九因这群那些的人吼，就是还蛮讲话。你今仔日人形太焦，伫张讲遐个话，你讲讲即马上界重要是影响台湾人即、這个身体健康、生命的疫苗的采购，包括快筛的采购问题，你唔去调查，你咧讲三中案，那呢？我是来讲你马英九袂晓讲话呢？你马英九包括你哪样的人，你唔得爱讲？你讲你看三中案，我都已经吼。一线的看无多啊！即马检察官搞我上诉离心，竟然讲有人要影响三中案，要搞我马英九硬白布，要搞我抹好乌你甲看，有人要影响三中案，要搞我马英九一块白白布，要搞我尼好乌，你唔爱用安尼回应，抽韩文讲话，你可以讲，可以退位嘛？无啦，韩文无需要搞讲话，韩文讲话，啊，什么都提无得到啊，真系无得到啦！咱那小苏阿爹，结果马英九用刀嚟，离心快看有追无啦？现在是民进党的执政，对了，咱公道公平，公道判决就好。马英九那无做，我注意。那都嘛要求安尼尔，无要求。那无要求，讲像国民党的执政的中间，甲变个白白多，变个面啊乌了，甲判我做了对。咱是希望民众政府公平审判的。好，来来，进攻个，进攻个，好来，感谢啊，看得到，讲起来真好困啊！哎，白白啊，因为阿姐这样，阿姐你这登记姐这人哦，卡袂乌白生乌冻命啊，有啦。这以往哦，卡袂生肿瘤癌症呐吼，啊，搁咱机能咱女性的骨质卡袂流失，卡袂退化啊紧。我这啊，伊都双风过哦，哎，好啊，是拢好啊，啊，不过伊有地就一种袂困是啦。啊哈，阿伯啊，伊讲食啥拢无啥，我讲阿无，我同阿婆我买好伊食，哎，你半时到上来食，阿姐姐伊讲会困真嘞，会困真啊。哎，我讲阿婆，你那边做地官啊啦？哎，伊讲
啊无规矩啦，规矩也袂习惯。对，啊恁姐姐是中风，有中风啊，啊食了面神经中风。哦，安尼啊，这个影响脑部啊。对对啊对啊，啊这面神经遐有伤的，食这就好。啊袂困起，即马食石头山了啊，讲话会困起来，伊都会困起来哈。讲哦，我即马做好困啊，安尼哈，困眠袂做歹困啊，安尼就就好啊啦。讲啊，你都较保养啦。哎呀哎呀哎呀，啊伊其他敢有啥物较特殊的所在？伊是无，伊是伊就讲这个中风，咱人个啊中风过。就是有比较大呀，对啊对啊，啊身体就较退化，总爱运动嘛，啊、哦、对啦，对，这种状况的啦，嘿，爱我那爱运动，啊个减石头山对边啊在家吼，你个补也筋啊骨啦啦哈，种有咧改善的饮食啊，但是就袂困起的，因甚至我都能改善你的，对啊对啊，嘿，啊石头山在吃吼，伊这个物件咧改善袂困起就好啦，啊，甲咱更年期障碍吼在吃就好，我是感觉更年期的障碍咧吃袂歹，袂歹哈，袂歹，你当。哎，五十岁啊嘛，嗯，以前来的时候，拢跟我讲，伊唔啊，你结婚来看，啊，你这样哦，你感觉你有改善对呀？我是感觉袂歹，我感觉对注重方面袂歹，注重真好哈。因为哦，那像阮拢无结婚的人，嗯，讲伊个感觉讲，这跟年纪的这个咩事的状况拢唔足好啦。对对对，啊，结果我食得了，我感觉都拢真好，真顺安尼啦哈。这个年纪来讲，还是不容易。嘿，对，对，人拢在说啦。嘿，啊，你食这保养就袂啦。对啦，咱改食。这个子宫内面也是讲咱体内较清气少啦。对啊，对啊。我刚刚安尼都。就一种保养啦，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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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养安尼，长期个保养，身体够用上是真的啦，剩咧拢是假的啦。身体健康最好呀，袂歹呀，无啦，讲买个固养个咧变。对啦，对啦，你爱食就固啊，对啦。那伊那个咧讲电台，我都买啊。对啦，对啦，哎，阿贤，你食固啊，对。食固，我那拢是你买。哎，阿你食的以保养性质来个食的对啦。嘛用安尼丢啦，你好，安尼较好做。哎呐。哦，人把这客拢无听，对啦对啦，啊，身体高尚是真的啦，哎呀，本来就是安尼啦，谢谢你啦，先，好好，再见啦，再见。好啦，谢感谢咱英雄气多，去了台湾人俱乐部，这部咱新人公司会有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也顺了咱英雄气多进来的众朋友。咱新人公司这边石头山哦，这优秀产品哦，真正要人家心里想保养的。这两个路线的对了，你讲这石头山嘛是非常好的对。他做这路，这路线朋友的现在是阿贤呐，哈、哦，你讲嘛是非常好的对。所以真侪人哦，啊，唔知讲哎，这石头山伊是虾米种作用？那听咱咧讲讲龟仙姑，每一个所在拢会当家己广告卡会搞的对，因为这不是药啊嘛，这是日本人研究十几冬用个心血完成的这种物件。这第一个，第一个生物科技哦，这个方面来讲哦，这边直接真多就突破了掉。因为呢，照日本人研究会人讲，这个物件呢，这个、早在几十当前研究起来，这个不是食品的药物件呢，这以前也当做药品用啊呢。这日本的这个高科技协会啊，好，日本的高科技协会伊要出足侪本这个关于这个石头山这个物件的研究的过程了掉。伊讲这个物件呢，是伫在十九世纪啊、二十世纪啊，迄个时候研究完成的时候，这个物件是一种药品的物件呢，安尼呢。所以这个物件研究的过程中间是用外界日本人的心血，你敢知啊？轰动伫全世界的，所以这不是药啊，不是药啊。但是每一个人有状况，心理上有状况，你吃的过程中间，这感受拢感受会到，足古怪的是安尼了，对。哦，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啦，因为我不是学家，我不是学者，我不是医生，好、哦、安但是咱的经验，十七当来，跟恁经验来讲，讲这些女性、查甫、老人、囡啊，伊每一种身体上的状况拢无同款。哎、欸，奇怪，阿在讲咱这个许多山这产品，讲你够得了，对身体上拢总是有帮忙的，对不对？我袂当讲为着什么原因，但是恁这个家，你经验胜一切嘛，你经验较大一切了，对。所以这经验跟你讲就是安尼，他说你老，有时候讲话我就别困起来了，啊，路上珠江上面会无安尼对啦，啊，把我的皮肤啊，啊，我路上今年今年搞个特别艰苦的，迄落啊，未顺的啊，这种拢都是有效果的，所以像许多好使用，真正是非常优良优秀的这批产品了，对，强重点个无任何副作用，
你该动作分三顿个价。好、哦，那是讲我食这个较香啦，啊，无你动作分三顿个价，拢对身体上帮忙有够大了，对。唔管老多老工钱，我老母啊，八十外岁啦，靠一笔石头山啦，安尼就对。靠我当维持个降息啊，所以用西都是非常有好的一个产品，咱家己食了，咱家己心得足怎样的对吼。拜托听众朋友，心里爱国，石头山这三面看等于一挂嘛了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听众朋友。咱啊，除了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呢，这个十罐的朋友，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能够提供真侪精品，为了和品质挑选。买十罐的朋友，你也能够经热天一两杯一领，六七半五七块。即将咱台湾在这里行，你要个经水素品牌双耳汤锅一支，经水素品牌陶瓷炒锅一支，这种会用钱。你要个经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针，一包顺健惠安所喜六千金立明喜六通。隆重一档，咱就到金集团未完结。啊，另外一处呢，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呢，五罐的朋友都加上一罐以外，咱赶快有提供加些精品来买和平公司挑选。买五罐的朋友，你当个金八八 CC 真空壶一支，你别个金白沙湾气哥一条，金三米六保温杯一支，你别金无环子 SC 头毛巾一罐，金喷雾喷射一盒，你别个金清净海环保洗沙巾一包。隆重一档，咱就到经济行委员节，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着，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第一歌曲《尖牙文》，一个人的心思。Oh,
好嘞，感谢哈兰哥，等下到咱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宾会的叫回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班哈，电话会在18:00到19:00啊，咱拢转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送回服务产品加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来，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哈。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等来到咱这部现场，今仔日拜二哈，会在时啊来到咱这部现场，以为是咱台南公民地可咱。诶，这里做停掉建良啦哈，来建良，先甲咱这里做总统所听众朋友们好者来啊，陈总统老早，恁做个听众朋友大家早，我是建良，是好、来建良来哈，阿有安同款，先对这里做国际新闻，咱先来甲看起哈，嘿是啊，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哈，台湾差不多是世界迄、那个上。更加后尾面开始热吼，咱算较上尾开始热吼，全世界差不多拢已经差不多要将近结束啊啦，吼、将近结束啊，那台湾可能是较晚淡薄啊啦，吼、啊那照是目前的情，因为我看7-8月啊，有哪会结束啊吼，有哪会结束对啊，所以这个咱来看咱邻近的国家吼，这个日本吼，日本吼伫进行5月先来放宽边境的管制了了吼，因此嘛。有定要伫6月份来开始了，就全面来开放外国的观光客来入国啦。你讲会当去日本佚佗啊？哦，像台湾有哪拢会当去日本佚佗啊？只讲你得来个建议安尼啦。啊，但即摆应该七天啦，该七天啦吼，就是一定会当去日本啦吼，会当去日本啦吼，6月开始了，就要来放宽开放外国的观光客哦。那韩国的部分吼，有几个机场，像济州机场吼。未来恢复这个疫情，这个调制进程就对啦，而且免签证的入境，这个制度未来恢复啊，未来恢复啊，对啊，所以这个伊嘛几个机场，啊，这个越南啦、菲律宾啦、印尼啊。嘛拢开放，伊嘛针对这个，伊嘛拢针对这个，头我人讲的，我念的这个东南亚国家吼，5个人以上的团体了，对，那免签证，入境，哦，这拢差不多咧，甲北斗熊，拢差不多迄落啦吼，啊这吼，台湾拢一个话多啦吼，台湾目前一个话多吼，那这可能爱个一站啦，吼爱个一站啦，啊但是看这个情形吼，看这个情形应该是7-8月啊吼，7-8月啊，就开始慢慢迄落，就是讲，因外国的都是安尼啦，就是讲你呐掉个一个程度了了吼，伊个叫做啥物，叫做国，叫做群体免疫力啦，就是。因为钓鬼有免疫力吼，群体免疫力也升高搞先管搞这些程度，包括住三剂无风险嘛，省了对啦。三剂无风险含钓鬼，比如讲咱有70%的人住三剂，好20%的人钓鬼，安尼起来就是超过90%的这个集体群体免疫力了对啦哈。啊，因为住三剂没有这个尽头了对啦。有住风险鬼人顶，你别说跟他应该咁样。对，因为你起码那个看是讲这个。因讲的这20%是钓过20%，伊嘛有免疫啦。啊，你啊70%，啊因讲这个90%的群体免疫力啦，全体免疫力就对啊。那安尼的时阵就是差不多，因就差不多好起啦。啊，唔过这个武汉肺炎，有哪世界各国做些病咧？有个人钓一道、两道，后甚至钓到第三道的。啊不，迄是进前，唔是这个奥密克戎。奥密克戎无这个，进前你啊钓过德尔塔的人，可能有哪会钓奥密克戎。无讲别的啊，但是奥密克戎目前的病毒的情况是钓回来了，伊就袂个。其实你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下先，咱今年去感染着流行性的感冒了，对啊，是。咱去吼看病以后就真系好奇，对啊，无代表以后别去感染。对啊，因为这个数你来看，是流感化嘛。这个数大家看啊，大家都说哇，大不少人哇，有死人咧啊，安尼。但是我甲大家报告吼，这个数你了对啦，我啦卖甲你公布了对啦。台湾每一天就流感挑起了，比这较多，数量比这较多就对了。所以你若讲搞流感的、那個，比讲气候咧变的时阵，一天就对了。吼，咱若去病院看老片的啦，你若去看这個流行性感冒的就对了。开始咧流行的时阵，是不是真
真多，真多，啊，多人做好去感染，就感染，啊，感染了了，老人的抵抗力较无好，因为啊，那比如讲肺炎啦，吼，还是这个发炎啦，是支气管炎，啊，发炎了了，就可能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症头了，啊，不，实际上台湾的每一档全世界拢感觉啦，每一档流感所背身的人数比奥密克戎这最足最，不是最一点嘛，是最足最了对啦，但是咱唔捌公布迄个数字啊，你慢慢咧看迄个数字，所以你咧。你看，但是起码你啊，看他看到，哎呦，我刚做皮，变做皮了，安尼，安尼，刚做皮，嘿嘿，啊，大家就哇，这啊哪哪哪哪，这这就是安那，这是因为你拢把焦点放在这个物件顶头。我那个公布另外一个数字，讲啊，今仔日流感挑起几个，啊，流感挑起一公啊，安尼，这做来四五十个，安尼啊，本地就是安尼啊，就是讲，迄自然的死亡率来得了对啦，破病的就是刚个人是几百，但是。这个是刚刚有十二个，几百个都有十二个，是因为这个 Omicron 啊，真奇诶！这主要就是原始对这个中国武汉开始的时阵，媒体咧报的时阵，我太恐怖一点，我那个时阵太恐怖，所以一直买一直变嘛。啊，你要变出印度的时阵，你去印度嘛，报到足恐怖啊呢！啊，你要甲今嘛，这个是南非嘛，这是南非的那个，南非变。所以这个，这才是人惊到心嘛啦！我那个时阵武汉那个镜头。加印度的镜头，大家拢看下点样。因为迄是无讲，病毒一直变种啦，伊个环境就是安尼，病毒嘛要挖落去啦，病毒嘛要含人类共，嘛要挖落去啦，所以一定系毒性变弱，传染变厉害啊，传变就厉害咧，我唔知系挖落去，啊，所以伊就英国嘅流感化就系安尼啦，伊就渐渐变，就流感冒安尼啦，嘿，啊，所以这唔免真惊吓啦，免真惊吓，你讲你要做风险，哦，你就唔免真惊，那掉了先做咧。对开始要来开放吼，要来开放边境啊，尤其是日本落尾了了，要来开放观光客当来入境啊，对吼。啊，这个但是呢，来看澳洲，澳洲较早来开放了，对吧？但澳洲发生什么情形呢？两年外这封锁了了的，澳洲的机场起码吼，这个开始来开放了，对。结果呢，这个在荷兰的这个。阿姆斯特丹吼，这算足大个国际机场，专机的机场，煞贵个，塞车啦。说明你话嘛，最近的传出讲，这个为顶礼拜、顶两礼拜开始了，对，旅客了，对啦，排队了，对啊，排几点钟才好多来办手续了，对啦。啊，这个所以吼，因了哈，加这个。诶，好，游客注意的事项了，对啦，含旅游指南，然后来甲大家旅客讲，你咪记住了，大家讲，讲好，你就唔通穿上正式的衫了，对，穿较轻便的吼，因为咱来等真久了，对啦，好啊，穿较舒适的鞋下了，对啦，啊，袂等真久了，对，是啊，是啊，来等真久呢，是因为吼，唔是机场吼，无习惯，两档拢无开放了，是因为这个。机场了对啦，吼，进前较近了了了了，对，机场贵啊，机场的公司了对，因为两档拢无开嘛，因为拢无人了对，所以真侪员工已经离职啦，已经拢离开啊，所以无员工了对啦，毕竟机场的员工欠员工啊，这个爱轮班了，地勤了对啦。拢已经走了了啊，因为两档无可能在遐一直等嘛，所以已经拢走啊，大家拢离开啊，所以有这个。这个35%的这个的飞机哦，是地勤的问题啦，地勤的人员无啊，减嘛，啊，所以安那飞机讲飞机落来，行李要丢，去里头去里头，安尼就对啦，拢卡手，人拢较少，所以飞机嘛未准时，啊，所以这个报道嘛未准时就对啦，啊，地勤人员因为大家拢离职啦，人也。啊，那无人要来做了，对啦。啊，因为爱轮班，薪水阁低了，对。啊，大家就无爱选这个工课啊，吼。即马开始开放了，啊，所以话引起着这个，引起着这个机场吼开放了了。我之前我大塞车啦，贵我塞车含咱完全无共吼，咱个机场拢无人。啊，但有可能台湾未来来开放的时候，也面对类似的情形啦。吼，你讲地勤咱等未过来，冇可能嘿。来，非常的感谢吼，咱。
哎，小心有路人啊！保险，差点撞上。开车、骑车转弯要小心，当路口要减速停看，礼让行人，否则转角不会遇到爱情，反而会遇到危险哦。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未减速慢行，礼让直行车及行人，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交通队提高至行政会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阿春部长。这首歌《放羊人》徐富凯演唱的，要送给咱所有劳工朋友，感谢大家辛苦的付出，努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一天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炎炎夏日，传染病盛行，有毛小孩的朋友们有福喽！111年，高雄市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今天登记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偏乡地区狂犬病属于高风险区，动物医疗资源少，赶紧带毛小孩打疫苗、绝育、晶片植入，预防胜于治疗，爱护他们别弃养，行动要快，免得被罚款哦！详情请上高雄市动保处官网或粉丝团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高雄春天艺术节，大家好，我是秀琴国乐团的张心怡。2022高雄春天艺术节，邀请大家6月25、26来大东艺术文化中心看戏哦。这些时间，失去所有，向你笑着，这些金作品，各传伊的新世之美，请看苏克里。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文化局提供。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躲在中89.5，快乐躲在棒89.3，快乐华灯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现在时间9点整。看着今夜的流意，你敢陪我醉？人生可比一出戏啊！
介绍你一条真好用的气膏，白沙湾牙膏，嘴破塞嘴老会气化补正敏感神经口罩的周边来用，拢有真好效果。十几当前啊，我的周边严重啊，这医生讲的啊，我用这条白沙湾牙膏，十几当后我即马气化是健康的，这嘛医生讲的。你有要体验看卖无？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你。控八控控控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中国兵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吼。那非常感谢咱今麦有个登个节目现场，接下来今日咱赶快要来邀请咱所有听众朋友，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的歌曲吼，就是咱屏东李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的歌曲《怀念道中艳家》。
08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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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常感谢咱今麦又登来节目现场，啊，咱今仔日呢啊来到咱啊这个节目现场，伊还是咱台南市公民地科地方调吴建良教授哈，来咱继续听哈。诶，是啊，这个另外吼，这个印度吼、巴基斯坦吼，你今麦诶的。今年以来就对啦，创下了就对啦，创下了因素以来就对啦，上悬上悬的温度啦，嘿，是讲已经无春天啊，国家已经无春天无去啊，就对啦。因哦，一般来讲哦，印度拢会伫即个夏热浪的时候，五六月啊的时阵就对啦，来开始有即个热浪，来开始变就热了，就是今年哈，因为三月开始。开始温度起嚟啊，啊，所以春天无去啊，你讲春天无去啊，对，因吼，因咧气象局吼测到吼，有测到这个温度四月份了，对，四月份平均的高温了，对啦，创下了120年来上高，嗯，达到几度呢？37.78，三十七。四月哦，四月哦，不是热啦，我37.78多了，对。那差不多顶个月咱到了第二样的嘛。对对对，啊，这个诶，更加悬哦，更加悬，37多。咱差不多三十二就悬啦。是刚刚两刚刚。诶，三的就悬啦，对啊。嗯。而且37.78了，对，要到38多了，对啦。这个真发烧了。对，啊，这个了，对啦。顶个啊，而且是顶个位了，对啦。这个四月份的时候，平均有七天了，对，有七天的温度突破40度，嗯，突破40度了，对，所以比以往的每一年的四月份平均的温度加3度，加3度去了，对，啊，所以呢，这个高降时了，对啦，进入到5月了，对啦，已经拢来到47度，这个高温了，对啦，所以吼，已经会当讲影响到因的农作物了，对啦。啊，灌溉，啊，个三位个发电，因为煤炭，哎，大量的煤炭发电，啊，发电来个愈细，个愈多变了，对啦。啊，因的影响到四月份了，对啦。所以四月份的平均温度了，对，上升7度，比平均低7度了，对。所以已经因来因历史上了，就上热上热，这个热人对不对？所以因要进入透世人不渡过上热的热天，已经开始要开始了，对啊。所以这气候的变化了，就造成这个几亿人了，对，超过10亿人了，对，的生活会受到重大影响了，对。所以这实在是啊，这其他所在嘛有吼，就是讲。在非洲也同款了，对啦。40年来上大的这个旱灾是无水啦，欠水了，对啦。所以这个会夭折的夭死的人吼，可能会为1400万了，对啦，增加到2000万人。哦，你都得夭了，对，有可能会有恶习的是会夭折的啦，吼。啊，这个人口数是非常的左右啊，得有什么伊索比亚啦、肯亚啦、索马利亚啦，吼，这些国家了，对，差不多2000万啦，包括肯亚真大吼，非洲吼，啊，这是安那，这是40年来上严重的这个旱灾，上严重旱灾啊，你啊看吼，印度热啊。冲下历史上的上热了，对，啊，这个所在就旱灾了，对啦，啊，所以这贵的气候，这个极端的天气吼，看我们不爱对这个中国去吼，那排人国的应该吼爱吃的多，伊是嘛有啊，啊，只是拢你啊看，今旧年是不是？旧年今年是不是水灾？一年水灾大水，当然大水大烧大水大烧啊！张大伯去帮你啊，帮你了，没有拢无帮得过，你是通常是安尼呐，落雨就安呐，暴雨了对啦，大雨啊不然呐，打无水，啊其实台湾嘛，赶快来静静来发现，比如讲规档拢无风台，汹涌来灌落去了，你摸。系啊，就做水灾啊，所以这就是啊，极端的气候啦。所以极端的气候了吼，咱的这个人类的天气的大的方法，可能拢爱改变啦。以往咧，我啊，排水设施啊，哎，我下水道外讲，起码可能肯定也不好，因为起码气候不像安尼都。比如讲，人以前人的伊这个排水量，我起码算起来，比如讲啊，我是算什么会上大的雨，有史以来上大的雨，连续落。
两点钟哦，啊，我来当排水，嗯，排水起码无咧安尼算，起码大概拢超过迄落，啥物历史上上悬的对啦，啊，佮毋是来到两点钟，等下来到一工，嗯，规个都落去了对，啊，所以毕竟含以往的这个迄落无同，你讲以往的这个咱想的这个面对新化文化咯，这样是拢开始咧改变啦，啊，这全世界，这毋是干咱汉人，这是全世界，全世界拢安尼，啊，所以现在有这个。开始要扣碳税吼，碳排放，这是因为安尼来，就是因为冻未掉啊。所以你也看，那就印度这冰晶七度啦，比去年了对啦，关七度了对啦。啊，你也看，偌济农作物吼，差不多拢未坏。啊，农作物未坏了，砍下掉了，人夭死啊。好，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是一寡物件，你也是加工的，比如讲煤啊，啊，就安那，啊，就批件嘛。我听人话，我乱死。我乱死，这是一定会出现的，对啊。佮头我讲的啦，这农作物无了了，一寡物件就批件嘛。批件，比如讲你那是头发人讲的煤啊。啊，就真简单嘛，就即系胖啊，即系米粉的物件，米粉类的物件咯，开始起价嘛。啊，所以这实在是，啊，佮加上即马讲啥，够像即头壳胖的，即个俄罗斯啊，啊是中国这种的啦，北韩这种的啦，吼，都在乱的。啊，你啊看哦，你啊，我咧天灾在咧做啊，啊，佮都在乱的。年内佮再来，嘿，这真正，我实在是，唔知咩啊，讲人家。阿萨布，即个卡住啲事。阿你即大概，即个有几嘢，即几嘢，即个世界发生嘅即个大事，我谂大家先花仔啊，先花仔啊，即个嗬。那诶，卡边嚟啊，我谂就点解含大家讲，即个专项建议嗬。啊，所以嗬，真侪国家嘅利，我谂就直接直接咁介，大家介绍咗啲啦。因为即个国家嘅利，其实台湾都系当参考啦，我拢系当来参考咯，对啦。有真侪即系国家的案例，我拢系当来看卖人因是安那做嘅。就比如讲，咱来讲即个德国嗬，德国有一寡所在吼，伊个做法是安尼啦吼。咱先来讲德国有几个案例，第一个是，即个咱知影伊有即个经过纳粹，啊，佮有当地即个无共诶两段时间吼，诶，即个所谓独裁啦，独裁时阵了对啦，含台湾同款了对。啊，比台湾加一层，伊有先有即个希特勒。好、哦，阿、啊、哥来聊聊当地含西边，好、嗯，阿、啊、当地是这个共产国家的、就是这个苏联，那个时候的苏联来管，嗯，啊，所以我那是讲款是维权，是所谓的这个独裁国家啦，专制独裁国家。好，啊，这个时候经过这两段，咱先来看第一段，这个纳粹了了吼，咱在讲纳粹上尾啊，第六世界大战的时候，嗯、是西底耶诛杀西底耶这个。中部来的也指挥中心啦，吼、嗯，也指挥中心吼，希特勒啦，吼、嗯，啊，这指挥中心是地下室啦，我哋地下室的地下碉堡了，对。那以安安来处理伊的这个地下指挥中心，嗯，好、哦，基本上也去很久吼，派水兵一个峡谷的停车场，峡谷的停车场吞起来，你峡谷的停车场边啊插一支白啊，插一支白啊的，啊，那叫我哎呀，这是不是要留起来？因不要决定吼，不要留，搞毁掉。嘿，佮毁掉了对，啊当然毁掉，民间就做水穿水啊，哇，石头都无死，哦，完了的，做水就奇奇怪怪的讲法啦，当然是死啊啦吼，当然是已经死啊，死起来对啊，叫跟出来吼，啊，当然的民间就做水这种讲法，而且这不管，因为先决定不爱捞这个物件，认为讲这个物件吼，唔免捞实体的建筑物，好。啊那，啊你因可能来对书，然后再来纳税信用价的对来对书，我觉得说来当起的对啦，来这种啊摆的对啦，估计我吞起来，你停下脚，把叉子给摆下了，所以你边要叉摆啊，啊来都有相片介绍，你先看来再介绍，摆下你也讲哦，原来希特勒的是以前的家，只有中心的家，啊停车个搞，用车个搞，啊唔就爽，好，哎卡个吞起来嘛，啊咱开车个，哦顶头我来就想要停那个停车个，个搞这个对啦，因为。是安尼来做，这个物件伊都无甲凸显出来啦，嘿，独裁者即个无甲凸显出来。那相对的另外一个呢，西班牙即个独裁者呢，即个弗朗哥呢，伊所大的王宫呢，伊是安那处理，吼，伊所大的王宫啊，伫马德里的边啊，吼，实际上是差不多二十几公里的距离哦，但是吼，伊另外是古速度是真紧，是安那，因为高速公路。背起嚟，或者环状高速公路起了，差不多十八公里就溜落去，那直接
行到底条路就够啊，所以啊那真交通真方便，未塞车。嗯，所以伊那要另外市区就是足紧少一个十外分钟就够啊。嗯，哦，算真偏僻。好、哦，但是每地方市区都真近，而且个所在，啊，以前啊，经纬也说，这个所在是以前的这个，差不多17、18世纪的这个王宫啊，哦，其中的一个王宫吼，爱经那个所在，是啊，经那个所在是因为那个所在吼，按对这个高速公路溜来了，一条路呢，你两个看地图，一条路呢吼，一里里边，一里边，里边加上尾啊吼。行到底这条路的上尾站了对啦，它是王宫的所在，嗯、啊，王宫的后边是啥呢？是一个湖。啊，湖的边啊，鬼拢是森林，鬼拢是树啦、嗯，所以你无法度游过迄个湖，你别个拍，好、哦，所以已经安全。你后边边是一个湖，啊，你都水边在过掉了，人就别当，人就别当游起来了，游起来的哈，啊，你用掉还是船啊过来，就该断掉了对啦。啊，头前边是啥？头前边边对，一条路尔，干那一条路尔，啊，一条路的两边全部拢是安那，全部拢是军粮，拢是兵粮、嗯。啊，以前哦，蒋介石还没好朋友啦，所以以前台湾的这个国军啊，交换训练去西班牙时，马拢会带着去打，马拢会底下对啊，你个独裁家拢是安尼，啊，两边拢是军人了对啦，安尼是不是较安全？一条路尔，两边拢过掉的，拢警卫也过掉的，啊，后边边的后边是水，好啊。过掉还卖很久花，安尼就好啊。啊，伊就往中起的所在，但是你也知啊，独裁者吼，那是独裁者。独裁者不是安尼，伊个你看起来真安全，地点真安全，但是呢，伊无信任任何的人。嗯嗯，独裁者啊，这个所在时候，哎，啥子告诉你，因为应该老了啦。哎，老了的原因吼，不是因为希特勒，除了希特勒以外呢，是因为迄个物件是17世纪、18世纪的时起的王宫啊，以前的王宫啊，但是起哦，希特勒个盖过。他们把希特勒盖过，不是希特勒，这个弗朗哥啦，这个西班牙独裁者盖过的牛给留下来。我一家去参观了，我一家去参观，而且说爱侮辱啊，死掉了爱未使家己自由参观，一定爱抓了对啦。好，今日去也破坏。那我一家去的时候，我导览这边开始，我带朋友去了，我也去了，我稍微买票，先买票，我四个人，我先去买票。阿姨就讲，阿姐系外国人来，你讲我去调食吧，我带你食食吧，我听我话咧，系我欢迎欢迎。哦，我阿姨买票咯，我阿你到位来，你到位人，哦，我讲我台湾，哦，蒋介石啦，吼，是讲蒋介石啦，吼，是讲蒋介石啊，阿姐阿姨买票诶，买票管理员讲，你叫你考试就对了，我唔是考试，唔是，你讲你，诶，我买票，讲咩你对对，啊，你有蒋介石，你，哪件对？韩文的总统都朋友嘛？嘿，你不是啦，伊就讲啊，你台湾的这韩文出境赶快，所以你免钱对。啊，你倒来我就搞啊，逛下德兰玩的门口，哎，看到外国人嘞，就门口啊，伊就我欢迎好人啊，你听啊，你讲哇，我来搞好个门口一股，伊都会人对，我台湾来，伊讲啊，我有这个，我有火浪哥，你有蒋介石，拢赶快，又讲拢赶快了，对啦，哎呀，开始介绍来对，啊，伊这是安那，为着你也看出来哈，这维权的人哦，弄些个物件呐，无信任一边的人。哦，嗯嗯，这条路虽然边啊拢军事基地，边啊过拢有人在甲搞，但是伊特工的怀疑，这人有人有一个想要甲抬。像布林南呢？嘿，像布林南是真。对，是不是？蒋介石是不是嘛呢？嘛是啊，同款嘛，同款嘛。所以底下些水所在有王，有家己王宫有无？什么行馆，什么有诶无？四季拢有呢，四季长，四季短嘛。惊、嗯、嘛，伊拢怀疑边个人一定会甲冲掉嘛。是啊、这就是啊，这是独裁者，太人上水了了，家己安那，家己拢干嘛？心内有顾呀、嗯。啊，所以伊咧介绍群，伊这个佛朗哥大诶所在呢。下面物件上做呢？祈祷台，因为伊是天主教。祈祷台就是每一个角落就对啦。迄单呢，间房间或者是走廊的边啊，大大一台啊，就放一个台啊，你可以跪的，你祈祷的。嗯嗯。系就讲阿叔就独裁者惊死。嗯嗯嗯。系就讲这独裁者惊死就对啦。哎、嗯，惊人家暗杀。啊，了呢，一边有一个教堂。嗯。好，啊，这间是王宫。爱起一个空中走廊，然后起一个空中走廊，伊无爱行出来外口，会行入去经，所以起一个空中走廊，直接为王宫呢，里边这个教堂做礼拜，其实是有当下底下开会，开军事会议对啦，啊也行入走廊，里边这个开会所在，好啊啊，你来伊无爱行出来外口，我那是惊死嘛，但是安尼个无够惊死。
一个个全部的糖啊，走廊的糖啊，全部拢关，拢做迄、那个，拢、做迄个插门盖，盖用起来，关起来。嗯，那是哎呀呐，那是无爱互你知影，我当时惊过去当时，无爱互你看到。哦，因为有那惊，为外口用大炮安尼看，我惊过呀，蹦甲弄我死安尼对，你啊看，惊死了，你就听到了对啦。哦，啊，内底呢有第一台的这个，而且拉力哦，电视拢底下，其他有拉力哦，因为一下子我我是这种代志，没必加了对吧？啊，你看看，独裁家看我可怜，那是真是，啊，一下大家卡家拢给拿起来，后尾我大家教育大家怎样讲，独裁家是安尼啦，你咪就讲已经开话啦，一讲款是安那，一讲款是。拢伫惊下来，对鬼也是死人啊！不管是了惊那个台呀，啊，这些啊，安尼大家想就知影嘛。啊，所以就把这物件拢留来，介绍我睇看。哎，因为这块都无干，我甲留了啦。啊，教育好大家知影了，对啦。吼，我大家知影，你看独裁者就是安尼，吼，独裁者惊下到位就是安尼。啊，这就是独裁者得有得有位迄度了，对啦。啊，所以伊的生活无影较快活。哦，伊同款艰苦。不关系的，干嘛人要甲抬？啊，看到每一个人，你干嘛？哦，这个人是不是？哦，那是要坏钱，要甲抬。哦，这，哦，对我真好，是不是有气度？哦，那是啷个呢？哦，你看到这个独裁者的悲哀啦。啊，所以人家这个也大出来闹的啦。啊，所以你看我们一个国家有些话无讲，好像台湾人讲的这个希特勒的故意甲毁掉，故意甲毁掉啊，西班牙又甲闹了，闹来了了，变成一个点燃雕塑，甲伊的这个独裁。盖过的所在盖楼咧，好大家盖下好大家看，然后你也看，独裁者就是安尼啦。好，好你了解，伊是一个真真正的独裁者。你唔能够讲，你唔能够讲，讲安尼有话伟大啦，啥物咧话大嘅建设，无人咧还没讲这啦。拢是喺你讲独裁者的生存，一样的。啊，这就是，这就是两个国家，这无同的处理有大所在，真无同的所在了，对。那。专营经营啊，做了彻底的国家吼，有一寡做法会愈较进步了，对。吼，咱来甲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是，这个德国的柏林吼，伊的首都柏林内底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叫做犹太人纪念碑，吼，伊是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吼，设计一个犹太人纪念碑，这犹太人纪念碑是规个公园拢是纪念碑，伊就是做一支的条啊，水泥的条啊，大支细支，啊，人会当行伫条啊内底，坐伫条啊顶头，行伫条啊内底拢会使，啊，行，你行啊，条啊愈来愈悬，啊，人就唱伫内底看袂到，吼，啊，这个。归窟的对吧？就叫做犹太纪念碑，你要纪念这个犹太人，因为人屠杀犹太人的对吧？啊，你这个去纪念碑的过程，十年前去纪念碑，十几年前去纪念碑的过程呢，就发生一个故事啦，发生一个故事吼。那我等一下大家来讲这个故事啦。啊，以这个纪念碑大概就是边啊，就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博物馆，吼啊，所以这是一个尊重来说。啊，你来听这个故事，你就知讲德国人是安那去处理专营经济啊，好让安那个专营经济这个。对啊，是，好，阿伯，咱先来个进行做广告了吼，阿咱这个广告完啊，来听上一首正好听的歌曲了，先吼，咱规站这个听见了吼，来为咱分享哦，来感谢。是啊，非常感谢咱今日用这多去听咱台湾人酷乐播的直播哈。现在是广告时间，要来介绍我们信任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价产品就对，欢迎你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高向是二十几档了，用心许多，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二十多档也还在风行，经过三十档也是还在风行，因为我们人的人体就对了，够做就对，白天一定都差不多在这里，所以用心多，什么人叫好十当后也是同样叫好，所以许多山是非常记得我们用许多好来处理的这个东西就对，因为人的身体吃过这个东西吃不就对了，都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不知道有十几步都不知道，所以吃下去之后等到我们报纸哪报哦，要求啊，什么人做这个要求有的红家啊，农药是不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吃的不多来一毒素，那种不猜吃了就不多来，所以就最近年纪啊，
你敢会当无注意吗？身体无调理吗？所以有人有的人哦，感觉讲，哎、欸，我的四五十岁尔，我是那个治着高血压，是啊，治着糖尿病，哦，啊是啊，机能我肿瘤真侪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无好，胸肌大，这拢是体质老化，啊是啊，体质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侪了。这样、哦、这真正吼、哦，体质老化有影了吼，哈、哦、吼、哦，所以胸肌大正系才种病，人就对了吼。哦这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啥？心灵代谢的顺序。你开始机能这出问题，从阮到底心灵代谢不顺啊，过乱呢，乱呢就对，机能会乱。啊，乱了了，伊慢慢慢慢一项注意注意注意，机能一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你就再调了呀。所以变啊，好咱这人的身体。新陈代谢会迅速，会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但现在工具是做成一张制高价，难度性皮肤大概怕什么地方？想不弄个人工啊？那你刚才工，哦，我怎么吃着西多山吃一段时间了？对啦，那皮肤给做水，体力给做好，精神给做好。从详细的话，那个心情代谢顺序，皮肤那太水，那没顺序，皮肤不可能水。人工熟悉了起来，好多人难看这个病呢，病那是有更强，我这人心情都有；病那是暗淡，面色不好，这人心理上都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的。对，虽然进来详细说，咱石头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不是做起去收台的对哈，所以以石头山这三边为主的对，我的抵抗力一强，体质也好哦，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那已经乱的人哈，那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慢慢也调整做成啊，调整做成啊，以石头山这为主哈，有那个手骨头。因为骨头咱就怎样哈，那训练啊，这顶骨空啊，那骨皮骨用的不一样。骨头哦，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啦，骨头是会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别堪咪行呢，别堪咪徛呢，别堪咪拗呢，安尼啊，老大人哦，那骨头那怕去了，就容易破，容易坏掉，坏掉中间易破的对，所以这真重要。能够做做保养哈，和你介绍能够做好你的对。这今年的第二代。金立平的第二代人，你把这个团吼重新研发的了，对。哎，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这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一升温开关，所以佫无这种热工灯啊，热工的电灯啊，你做过程中间哦，气温也降低。所以你要克服这个热工灯，包括在温度零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就对。以及叶黄素、叶黄素这种物件，伊的升温会保持较悬。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个这两点就对。无咱第一代你做得好好，第二代升温较悬，咱当然爱第二代好难吃啊，对不对？这是米吧，只有一团诶团队去研发出来了对。所以别的家咱来讲，升温较好的。客观的金立平的第二代，好、哦、感谢哈，一、哦、路通过等啊，等啊，到底要过用，未使有先死咯，未使有先死咯，一路通挂等的做好用就无唔对了哈。我报一路清会议，这个会议按无目，我常常在这里讲，大家都跟你讲了对了。会议在咱的会议的流通，包括中联军的会议，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特工我做得加，哎呀，你尽量念嘛。我暗吃两粒，啊，那上计是去中途去吃两粒安尼，足简单的就是安尼就对了。啊，火力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也迅速，没有流口，较未差的。他的心脏就好，不好，他就吃力，啊，他的脑也吃力，安尼就对了。所以循环会迅速，这把真重要哈。一六千，我报一六千，保存给暗处朋友一行呢，要不算。你要说自己的帮助自己知道怕电话过来但叫保存的这个用户会安锁会安锁就是在病黑的人需要吃的东西
从始到今才准备了，把酒一摄，头壳会咱戆戆戆戆，规工感觉戆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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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病的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戆会晕啦，哦爱烧啦，肿肿啦，啊你若不烧，啊无流鼻水，可能不时就规工在那，那么头壳拢未爽快，未清彩，伊就行啊，那就啊无什么病哦。我感觉我都无安那哦，干那些头壳未清楚安尼尔，有可能是会不高，欠袂贫血。所以讲，许多那是有遮竞争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你食血红素就简单了，对。早含两粒，上个下昼时啊，佮食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可能会当会会当有补充起来，和你身体发挥机能的运作的正常的物件。会昂说感谢好我就不了解你这里怕等我感受熊谁说梦空吧空空空我把六六八来回熊
空空空五百六六办好起，是咱中国边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吼。那非常感谢，咱今嘛又个登来到节目现场，来到咱啊节目现场去完是咱台南市公民地口前边吴建良教授来咱提醒。嗯，而且台湾人讲的这犹太人的这纪念碑哦，这些东西的确人要去的时阵吼，因为这些设计的人吼，设计这个关关节节条啊吼，那因为围巾管人会让你在这行来行去，啊，咱知影澳那个澳洲国家吼，澳少年真多，好，全世界拢共款吼，澳少年拢会冲上来去喷茶哦。哎，你讲讲哇，这呐，到现在来底遐五入入人个当行哩来底吼，秘多来底来喷茶的对啦，啊，这歹看，对对，咱就要纪念犹太人了对啦，啊，结果吼，煞大部分用喷茶喷个古耶了对啦，被拆起来哦，安尼不见啦，你要一过来是乌，就是些花灰色的啦，也铺色的啦，好铺色的，啊，所以伊讲安尼，刚才讲不见了对啦，安尼别安呐，啊，所以呢。但是你不要到旁边有人那些人乌白话，是去喷茶的对，所以呢去找这个倒一款的，有什么款的油茶的对啦，人啦喷茶去了了吼，让真紧的给洗掉，啊未有老有裂的对，有这个痕迹造出来的对，去找这个材料，吹吹到了一间，吹到德国一间真大的这个化厂，又出一种耐用的这个特殊涂料。吼，伊那家抹咧顶好了了了，对。那有人喷出的对，用布温水甲切咧就起来了，未掉咧顶好了对，就厉害了对。啊，这是种特有的处方了对啦，别人拢唔知，拢唔知了对。啊，所以安尼吹着是惊了对，哇、哦！啊，就是耶稣含这时间当中真欢喜，讲啊，安尼爱用这种涂料就爱甲买，好、哦、买来甲抹这个抹这个甲抹咧顶头了对啦，安尼就唔惊用喷，那喷了管理人员安尼用刀薄甲切咧就起来了对啦，袂安尼留一个裂裂了对，啊个顶擦，个剥擦剥到就歹看了对，嘿，你去买一个油擦要来擦的对，哇，这代志大条啊，媒体含面就刷去。发现这间化公司呢，以前呢，捌去，伊是吼，伊是一间大公司的分出来的子公司，哎，啊，伊有去投资，这间大公司内底可能有5%，还是5%，无甲10%啦，足少的股份了对啦，一间德国的大公司，啊，这间公司有10%的股份，真少的股份，那。这间大型公司是啥回呢？在纳粹时阵，捌供应过因呢，这个化学原料和纳粹做毒品。哇，这家大条啊！啊，这间公司这是这间公司分出来的，啊，这间公司有10%的股份了，啊，你未使。你是用这间公司的物件，啊，伊只头壳摸你少啦，啊，说伊的专利呢，跟他伊有尔的，你无用伊的了对啦，你就无第二种的插来当插啦，哇，这声假啦啦，你若看因的安尼，就跟你讲未使，未使用伊的物件了对，因为安那有无甲10%的股份，伊甲投资，好，伊甲投资一间公司甲投资了对啦，啊，无呀，安那来解脱呢？其实真简单，每下各有人去查，去编以前的历史，就是这个纳粹结束了了了，对吧？这间公司一个底的，这间公司有做过什么代志？哦，大家去发现到新闻，到底边啊来的？有一个新闻是安那，这间公司的头家，是纳粹这个战争结束了了呢？出来给大家公开的道歉，讲真歹势，因为公司以前，的物件吼，不供应，不是全部啦吼，有些物件不供应吼纳粹，哎，对德国人感觉非常非常的歹势了，对，啊，全德国人毁一个时代，对啦，讲真歹势，好，哎，我公司也无得一个毕业，啊，但是我以前不做过这个代志，我先和大家知啊，啊，就是因为安尼大家才讲，哦，原来你以前不卖物件好伊了，对啦，啊，所以民众诶，讨论结果来讲，你也使用伊个物件，因为伊有经过专项建议，出来个大家道歉了，对啦，好，所以这吼、这会当用，所以你也看吼，因德国人吼对专项建议要求了，对，是搞安尼个程度啦，搞安尼个程度吼，啊，我实在唔知啊，这个台湾吼，台湾的这个专项建议到底够法多，这个像安尼个对啊，你也看伊这个。
因安尼就对啦，就讲袂使就对啦，即个所以你会当知影讲，因的德国人吼，真即个真无共款，啊，伊个另外一个例，因的转型正的过程内底，因个一个例是即个德国的总理吼，第一控七控年的时阵就对啦，去波兰的时阵就对啦。去波兰，一个总理去波兰，这个集中营，这个犹太人呢，受难兵，当场落跪，跪落去，甲全世界，甲犹太人回事的，当然不是他，但是以前是民主国家的总理，哦，世界的，伊就跪落去，甲大家道歉，这个一跪落去啦，差不多全世界上有名的，跪落去了，对啊，道歉。啊，引起了全世界讨论的是讲，所以真侪人个对德国以前的这个代志，小花，开当当下，啊，这是啥会？这个是因有一寡专营过程，专营经营过程个在做个物件啦。啊，咱来回想来看台湾啦，实际上国民党啊降息，一个唔捌甲台湾人民回馈道歉啦，一代都无啊。唔捌啦，咁唔知唔关。系卖讲用贵嘅啦，用贵嘅算都好啦。啊，德国用贵嘅啊。啊，佢不是第二类嘅，两层两层，上面啲吼，上面啲小片一堆。撕裂主权。系讲嗱啲撕裂主权，啊，都讲撕裂主权，拢你，啊，拢讲咩？啊，你台湾唔是我台的，啊，呢个咩？我哋撕裂主权啦，对，啊，这个是完全冇讲嘅。啊，这中国人就是安尼，真奇怪嘞！就是讲，啊，你要道歉就是死哦，啊，这代志拢真嘞，我也无甲你误会啦，我哪有甲你误会？啊，就真正恁的社会界的代志，白色恐怖啦，吼，哎，二十八了了，白色恐怖，你是真正社会的代志，我马上理解恁那群的心情，啊，你已经做啊，无你管道歉就是安那。写信不怪他从不十趴，从不十趴算多好呢，一个算真好的，照你讲这个京东应该是连三趴了啦，是，啊，但是你来看，咱来比较，这不同国家的专业建议啦，你看德国，好，不管是因家己为政府做出来的，或者是民间所施压的，对因的这个政府施压的，像我咱讲的这个计量比，好啊，你有差劲，你再用一斤嘞，好。你买提出质疑，就是咱可能真少去做安尼质疑啦。比如讲，什么款的企业是伊个选择？中国私企了了，哦，透过这个乌钱啊，对啦，起来的，这有啊，东山也得真多啊，就是够个轻松，那嘛无啊，嘛无安尼像安尼个轻松啊，而且就是企业啊出来回事的啊，拍社会的选就是安尼吼，是安尼起来，我老企业就是我的选有因为中国吼占着便宜就对啦，用安尼赚着钱啊真拍死，哦，我甲大家回一下事的，我成立一下基金会，好，来做专营经营的教育。咱台湾刚刚不就计较，好让因为有安尼人家造出来，所以你的话，这部韩国卡吼，专营建议起来是差劲着。啊，你讲这物件够重要，这物件真重要啊！你无做专营建议的，你的眼药的物件呢，一直戒掉呀，它永远袂贵啊，我是关了永远袂贵。所以我就刚刚讲，这个刚刚像安那感冒吼，带个镜头无好了了，变固了了了，变安那。顾料了变内伤哦，专营经营其实就是安尼啦，简单讲其实就是安尼啊。你讲你一个镜头底下，你拢无去啊处理了，对，搞尾啊呐变内伤，物质内底啊有一工就会出代志。啊，这其实就是专营经营是那重要，对一个国家来讲的是，你物件卡底下，啊有一工就出代志了，对啦。啊，这个是我认为讲专营经营其实是一定要贴地来。来做啦，那台湾真正是欠一步啦，民主化的过程咧欠一步就对啦，那欠真大步啦，所以袂使无做啦，是，来非常感谢啦吼，当然转型正义每一步有每一步的这个做法啦吼，但是咱台湾是等到什么时阵才有我多人真正彻底转型正义吼，咱是真唔忙啦吼，阿嘛真期待啦吼，来阿无咱先来个歇一段啊，先来歇困啊，来个进一段这个广告，咱稍等下个等下节目现场感谢您。啊，上尾来讲的这个西班牙吼，而且弗朗哥吼，因处理这个独裁者吼，啊，除了进行遐忙啊清除以外吼，不有一届。吼，等于专营经营法案通过了了吼，即2004年通过了了，而且发生一个代志，伫即个巴塞隆纳吼，有一个展览吼，有一个历史的展览的，啊，展到迄个当地历史，啊，内底吼。
在的门下口，这个书在那门下口，藏一身这个骑马啊长头的熊，头壳用粘起来，长头的熊，哎有说明，这边有说明就对了。讲这个，这是哪的长头？这是因为吼，这原来是伫边的山砍的顶头，无人过的熊，啊，跳兵将去头壳粘落来就对了，头壳脱钢就对了，哎，就提来边南边个坑在门口，讲你讲一段历史的，那个过程的历史的，嘛，我甲修好多东西，还无修好，无修啊，底下边南，但是嘿，兵将讲。干，佮无头我嘛认得出来，是摸咪人的，袂使定，袂使定，赶快买有定了对，佮无头我买有哩定了对啦，就是拢袂使讲，我出现这个人，诶，任何相，连卡手拢袂使挖出来，我就买有看到。你建良，你有讲哦，之前你有讲过，对因独裁者一直搞个民主来，起码搞个专营政，也是大佬，原来行偌久啊？哦，因为那久诶哦，你看，因为1979年开始，宪法开始了了吼，搞2004年，他专营政的法案较贵。不，对因迄个所谓的过去的独裁之政，热带就差不多同时间，热带7-9年就开始咧，由民主派去做，对，等于7-9年开始，7-9年就开始，嘿，宪法开始了，对，改了民主专营政的，咱2000年。哇！这个观众的2008年了，刚好马英九这个又进来啊，这个，所以我打开是你啊。嘿，我坦白讲嘞，台湾诶，这个所以这个过程拢要去送钱嘞，打开是，拢打开是，大家免遐，你甲看哦，伊发案过了了，忙甲签出去哦，签要20单才签出去。一九民主派开始就减了，宪法开始了，开始有宪法。所谓真真正正尊教，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的行，一直行到到人家这独裁者迁走啊，改刷掉了，是不？对，你甲看40年诶，嘿，40年，前40年。啊，你咱有当时啊？法案过了了，搞崩个，法案过，但有法案那个迁出来哦，了了吼，搁超过15单。他撑出来，所以你要看那话，你要不打过过？咱打过就是专营正义的话，你打不了啊！免急啦，免急啦，慢慢来啊！十话当当兄啊，退起来剩差不多了啦。咱剩未歹啊啦，咱剩未歹啊！咱这人安尼比你更嘞。他讲讲啊，这个伤嘞，啊不要这个无头的这个骑马啊伤安那处理呢？嗯。奔车车去噶，捏起来。哦，没有奔车这样捏，他扛个第一都扛了，第一杆以后掉了。他兵将跑跑啊，很赞。你如果用火车来载了掉，我配兵，兵将可以配兵了掉。还有奔车车，他不要奔车这样捏，还有奔车车，噌噌噌，那个载天台奔车车，大家跑跑啊，很掉，安尼掉。你讲更加了，其实咧，去用破坏去等头诶，因为将嘛是一个意义呢，嘛是一个意义，但是兵将得称一个意义。但是兵将。我爱安尼讲嘞，因为民众而且嘞专营证嘞贴地听到个逼哥啊贴地，尤其是巴塞隆那这些人，这些所在就是加泰隆尼亚在讲这个所在，因对这两个如感冒，感冒听多个比其他所在吼。当一百倍，所以伊讲我连卡都不爱看的。虽然我知影你的意思，无唔对，你点那意思，我嘛了解，但是真歹势，你有其他方法，我就是不爱好新闻出，不爱所在，你讲硬调，所以甲上脚奔手车，所以新闻出包办的相片，我刚套上台，我看了新闻，哦，奔手车个车走。所以哪要甲做一个，迄个华人民歌下跪的相，我怀疑拿不来。坏，没事，坏，我看你卡，我就坏，我就坏，你这人都卖出现另外。辛苦边了对啦，命嘛拢未使，所以听咱这个做生建良咧讲，这个都西班牙这专营证，啊一抓落行加40几单啦，对啊，咱属于像咱的什么出专会啦，什么挖沟有诶无？咱其实抓未开始，抓未开始，卖急，啊，但是有一款物件吼，一定爱处理的啦。那我咧讲吼，因为7-9年过了先处理书法，处理书法你看处理个将士嘛是40单，哦，嘛是爱二二六六，嘛是够一寡。秘籍来，真正不要好处理，不要好处理，不要想，不要好处理。咱其实家己好啊，想者真正不要好处理，真正不要好处理。你认为啊，现在这个法官有问题，你都无外患的，对，你都无外患的，你都跟他看花絮就知影，花絮最开始，你有看？那什么人？那换车的员工拢未用换，用换，因为拢是当时张总经理啊，是什么？但是民众是想要看到一挂新歌这样子出来呢？是，所以但是因为这代志。